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 我需要目标。我先找到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 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我离得太远了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你知道我是第一个死亡骑士吗？对我来说，死亡之轮已经转动了很多次，已经流逝了太多时间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要报仇，之轮又开始转动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我的价钱很便宜的。再见。太远了，等待你们的只有痛苦和折磨。我才不想回去。
只要付出代价，就能得到任何东西。我不会走远。小心，我复活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落会毁灭你的。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我要先找到面料，不会罢休的，找乐子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逃走就受死，有爱好不容易带着我。朋友们小心，背叛者就在那边的大厅冥想。阿卡玛，你会背叛，倒是在我意料之中，我早该杀了你，看你那些畸形的同胞。我们要终结你的统治，伊利丹，我的人民和整个万域会重获自由。动人的演说，但是光会说没有用。就是现在，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你们还没准备好。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，休想碰到我。新诺斯的烈焰吞噬你们。我需要目标。
然就这一点本事吗？你们心里就只有这么一丁点怒火吗？他们的怒火根本比不上我的，伊里丹，我跟你有私人恩怨要解决。马义父，这怎么可能？啊，长久的狩猎终于结束了，今天我要伸张正义。啊，结束了，你被打败了。猎物就什么也不剩了，你没有我什么也不是。他说的对，我觉得很失落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再会，勇士们。圣光会再次照耀这座阴暗的大厅，我发誓。